佛师是84000法门，都是方便，但这个法门是方便当中的最方便的法门，就是念这个名号，3岁小孩都能念。但是3岁小孩都能念，80岁老翁不一定念得好啊。有很多人念了一辈子还没把这个佛号念好啊。原来有个这个寺院的一个监院，他说出家10多年了，那原来这个对净土法门也是半信半疑，好像也念佛，但是他说了句老实话，他说我10多年出家没有把这串珠子念完过，有口无心念念几句阿弥陀佛，又有事了，又去干事了，哎，刚拿着珠子念的，哎，又有事了，反正10多年没有念完过一圈。那为什么没有念完过一圈？还是信心问题，还是觉得念念佛是不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？他没有把这个念佛作为最重要的事情，还认为寺院建设呀、人际来往啊，或者看点其他经典呢、更重要。这些佛号好像是可有可无啊，所以要把这个佛号要高度重视，重视到超越生命的程度啊。本命圆成的程度，它是需要建立信愿的啊。包括我们在这里组织一个精进念佛，你如果对佛号没有相当的信心，你这一天不可能来的啊。这一天要念12个小时啊，念2个小时还勉强，12个小时我没有时间啊，因为他觉得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，他把世间的注释比念佛放得更高，这是属于信心问题。为什么你就没有做到净土的自诚心？自诚心是要以自诚心来厌离这个娑婆的，要有自诚心来心求极乐的。你能够万缘放下，哪怕天塌下来，我先念佛，这是说明你有自诚心，你有一点厌离和心求的一种行动上的表达的。